在心里看见了，看见了远去的人，是他和他曾陪我走过生命里的淡淡早晨。推开记忆的门，尘封往事一幕幕一幕幕，似幻似真，有悲有喜，有爱有恨，酸酸甜甜，消磨了青春。感谢那些事，感谢那些人，感谢那一段段奇妙的缘分。啊，人生原来就是和那些事那些人相遇的过程。感谢那些事，感谢那些人，感谢那一段段奇妙的缘分。就是和那些事那些人相遇的过程。我带你去求奶奶，叫她不要逼你在守活寡了。走走走走，我带你去。不，走了，我带你去了。你放开，他没有逼我，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。既然甘愿，我就不会痛苦，我一定会平静地过下去。我只求你，求你不要再介入我的生活了。真的是你甘愿的？只要你做得到，我也做得到，我不会再去打搅你了。不会。爬上去吧，你走，你走啊！简单又快乐。那么，从现在开始，就当你从来没有认识过我，你还是回到以前的你。不要再为我这么痛苦，这么折磨你自己。谁说肉水不念书的？
这个畜生刚刚亲口向我承认说他给学校开除了，他上哪儿去念书啊？他，我，你可说错了，我已经跟学校谈好了，只要若水把耽误的月考补考通过，就可以继续回学校上课了。他不是让学校开除了吗？让尤里帮他补习一下，我后天亲自送他去补考，我保证不会有人开除您的孙子的。哎，你赶快过来谢谢季叔叔，然后去准备功课去。谢谢。奶奶，阿姨没有告诉你吗？我的书和书包都撕掉烧光了。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已经不回学校了，书跟书包留着做什么啊？你。不，你这个逆子，你真是要把我活活的气死了！奶奶，你不要过来，你给我滚出去！你不是要做流氓吗？好啊，你去跟那个流氓住啊，将来没有文凭一样可以骗女人。伯母，您误会苏和了，他读了那么多书，怎么会看上五郎呢？若水说的是气话，他一定会去参加补考的。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哎，不是我让你们失望，是你们大人让我失望。哎，奶奶，你不信的话可以去学校查查看呢。我的成绩单跟别的同学不同，不是记着国文英文考几分，是记着我爸爸是枪毙的匪谍。若水，我保证你这次回学校以后不会再有人这样对待你。不相信，除了五郎叔，我谁也不相信。要回学校可以，除非五郎叔来保证。不然啊，我宁愿跟金莲阿姨去捡垃圾，我也不要回学校。你，不要生气了。胡先生，我有讲过，我一定会来给你拜。我现在来，我这个人上有信用，你若常常跟我斗阵，你就会当了解我。啊，你都已经死去了，咱无机会同做兄弟。你若无死哦，阿叔和伊嘛无机会跟我斗阵啊！我这个人哦，歹势啦，我忘记了，你听不懂台语，我跟你讲国语。我就要离开这里了，以后恐怕没有机会再到这里来给你烧纸钱。不过幸好听说你活的时候很有钱，以后可能也不需要我来烧纸钱，是不是？
苏可，真的很难得。以前是有钱人的太太，现在这么穷，但是她还是尽量做好一个好媳妇、好妈妈。她实在是太好了。 所以让我感觉到我更配不上他，这也是我为什么想离开的原因。不过现在讲什么配不配得上，都不要紧了。反正他已经决定为你这一生不嫁。我今天来，只是想求你，蒲先生。 以后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要暗中帮助他们母亲。离开他们真的很难过，可是我留下来，又会让苏可为难。蒲先生，你走的时候。 已经让苏可非常的痛苦。实在有一个人呢，有一个男人，应该出来好好照顾他。我做不到，所以我只好退出了。现在我把他们母子再度交还给你。洛水，洛水真的是一个好孩子。 在我心里面，我一直想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，你知道吗？我连做梦的时候都想听他叫我一声爸爸，可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。但愿下一辈子再跟他做父子。 爸爸，我不懂，不用写的。你是说要让五郎叔和我阿姨让他们在一起？ 就是，你安静一点，安静一点，听了你这个声音啊，我都想和五郎叔一起逃走了呢。开玩笑的啦，秀禾。 告诉季警官，就说若水答应补考了，请他后天准时来带若水到学校去。好。哎，你们坐这儿干嘛？好。坐在中间。不行，我要交通病功课。 不会的，你胡说，我又没有故意装作不会。不要理他，这张桌子是我家的，我说你可以坐这里就可以。你每次是你家了不起呀、啊？我只交了兵，不教你，你让他呀你。你凶什么？你家这么穷，谁想住你的破桌子啊？我以前家里佣人房间的桌子都是白色的，还比你们家漂亮呢。要不是我妈妈。
谁想住你这个破烂房子啊？纪明阿姨对我们那么好，你再胡说，我就揍你！过来。啊，算了吧，他还小，你不要怪他。走开！纪明阿姨好心收留我们，你还说人家房子烂，我看你嘴巴才烂，你再说一句看看。纪明就是穷光蛋住破房子。再说我打你哦！说尤莉是哑巴，过来道歉，听到没有？道歉啊！我不是说尤莉来就又聋又哑，是个臭哑巴。道歉，赶快道歉！你跟哑巴又好，将来要娶哑巴，生小哑巴啦。再说一句，再说我打你了。若水，你烫哪？若水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什么事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尤莉也是冤家，我唔对啦。不过，这世人我永远袂甲假人生囝，才袂去害着别人。尤莉啊，免烦恼吼，阿母袂让你受委屈，阿母会照顾你一世人。谁欺负尤莉，让纪明阿姨这么伤心？说，你还不道歉？你还哭？还哭？若冰，你道歉啊你！清洁，你快去跟你妈妈说，阿姨代替若雪跟尤莉道歉，啊，请她不要难过了，快去跟她说，请她不要难过了啊！若是阮的心情是阮的过去，你爱看乎伊明。你开启的门，我在心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你要台北找头路，敢有这个必要？啊，即摆迄条麦穗公路就通啊，台北哦，甲家人才半点钟尔啦。即摆以后，这家人的观光客哦，会愈来愈多啦。我才拍算讲要整几台迄大型的游览车，这样头路会做。伫我这工过都遐尔济啊，你十个舞龙来做嘛，做袂完。哎，我甲你讲较济啊，啊，你哪还过来面留面夹啦？稳当是为着迄个苏荷的，好啦，以后恁的代志哦，就放予自然啦。假使伊也咧生气，我才来解释予伊听啦。唔是啦，唔是啦，小哥，这甲你一点仔关系拢无啦。我是想讲哦，我自细汉就住伫基隆港，除了去云关，我唔捌离开家。所以，我是想要探少年，应该出去外面流浪的，见一日世面。小哥，希望你会当谅解，我要离开这苦地。过去啊，我那带一挂少年，这我会当谅解。假使迄心也无在这。我应该甲你留，也无路用。你若决定要去，你就去啦。小哥，我这摆不是去云关。假使小哥你若有需要我的所在，只要小哥你讲一声，我随时都会拼定。你放心啦，又去哦，即摆较捌代志啊。伊也养教人个日文做老师啦，啊，都早时啊出去，暗时就倒来啦。我是打算这两年哦，啊，找一个较适当的对象，就甲嫁给出来，对老母就一个交代。来，阿姐啦，去陪我一下，来，来恁。
等有人寄一张买票你哦。啊？那是什么代志啊？呢？有代志就当面讲讲的就好啊，我写这批。哦，我写到这高啊。来，你读我听。啊，重要讲讲出来就好啊，免讲啊多。哎，叫你看一个批啊，看啊一个目睭啊，银行哦，来。这也别害害死。小宝，什么代志？小宝，不弄啊！伊万请你台北，去我找艾美丽来，我要交代恁后事。后事，小宝，你想要创啥？一个标价打面费，伊咪要甲我创蛋掉。你我无得嘞，交场到厝内面来看过哦，交代恁来去处理，去我找艾美丽来。小宝，你袂使安尼做啊！伊袂离你讲咁远，伊佫有足侪细汉，要靠你食钱，你绝对袂去甲打面费拼命。我明过来忍耐啊啦！二十年前，我是为了友气，万项代志我拢吞忍落来。因为友气，要害咱细汉，明无老母无老爸，但是即摆大了，我无想要看落啦。袂惊吼，绝对要让伊个拼命死。你来下阻挡，等下害死友气，安尼就袂好啊！上哥，上哥，你先听我讲好无？尤其伊个甲陈明辉偷偷来往，是因为你一直无甲陈明辉过去所做个歹代志讲予伊知影，所以伊唔才。我绝对袂用你讲个，尤其自细汉就无老母啊，伊个心目中当足尊敬伊老母个。我袂去中着这陈明辉个计谋，假使我一切拢讲讲出来，万尤其也唔相信，伊来误会因老母甲陈明辉，安尼受主啊死啊，敢毋是足冤枉个？啊！对啦，相公，啊，你会使去病院验血，证明有去家己个血感染，那呢，迄个东阿明血都无法度通变鬼啊！受主啊，明明是我亲生个查某囝，啊，想要验什么血啦？他叔啊，要怀疑哦，阮爸囝关系哦，天公伯啊，替我作证啦！爷我未死哦，免想讲要带阮查某囝去病院验血啦，安尼我还算上过吗？相公，既然你无爱让尤其知影你甲陈明辉的过去恩怨，那呢，一切交代好啊，来甲尤其告控。伊若要怨恨，就来怨恨我，唔通阁影响伊爸仔囝的感情。尤其，你哪来遮？尤其，请你甲我转去。你倒上有真重要代志要找你啊，尤其啊，干妈阁有啥物代志，比你陪客伯仔来食三鲜面还阁较重要是无？啥物啊？客伯仔？尤其，你啥物人唔去认？你认这款人做客伯仔？这件代志若互你倒上知影，代志就大条啦。你的意思是讲上哥无要认我这个客亲家啊？迄无啥要紧。叫啥客伯仔哦？是尤其，也毋是上哥啊哩，对不？行啦，莫插伊。哎，你莫来叫啦！全部讲过啊！你若阁甲尤其哥哥提啊，伊就会甲你当作敢若你寄予伊个相片，甲你抓甲嘴高高，连皮带把甲你剁剁。背后镖靠灌人枪。哎呦，你创啥啦？这是明明头前，你安尼对我叫叫啦啦？我就是要请清明做一个证人啊。证人？结婚证人哦？安尼敢袂伤紧？啊！你手头叫法安，要倒我带手指哦。
我无人照做。可是若有一天我伫台北赚到钱，不管你要爱啥物，我一定拢会买给你。你若答应我，答应？你真是要叫我答应你？啊，你是伫是爱着我的？我爱着你，吼、哦，你嘛较拜托嘞。尤其，啊，上过爱你的是恁杜尚啊。我就是因为恁杜尚上过疼你，我唔才愿意答应恁所有的要求。尤其，你一定爱听你杜尚的话，不当更加耽误起来我，好不好？阮杜尚根本就讲袂出一个理由，谁人哪会遐尼万分免费职啊？我即摆已经连伊做客伯啊啦。尤其啊，你袂用连伊做客伯啦。啊，客伯是要安怎甲亲生老爸比呢？啊？恁杜尚哦，甲陈明辉相识遐久，伊一定照了解伊的做人，所以伊无爱恁受过这棍。一定有伊的道理啊！可能是因较早江湖上的温婉，伊是查某囡仔啦，你唔捌啦。我看哦，这温婉恁结足亲的啦，杜尚也一讲到明辉姐啊，就敢那什么大冤仇人，袂输敢那害死某囝同款。害某囝？啊！囡仔人饭会使有白食，话袂使有白讲啊！这甲你老母一点仔关系拢无。我也无讲明辉姐跟老母有啥物关系啊！啊，无你先紧张啥啦？尤其啊，你听我讲一句好。恁杜尚哦，确实是一个好人。啊，不管是对朋友、对兄弟，伊拢照照顾。然后到迄种出招要杀伊的人，迄种人，恁杜尚阁拜托人去龙阿来甲伊照顾，亲像恁杜尚即款讲道义的人，我看，敢若别人爱去辜负伊，伊袂去辜负别人。其实你甲阮杜尚就成个，常常嘛为了别人咧牺牲家己。我知影你甲杜尚同款拢是好人啦，武龙，我拜托你，你若有机会。就加当阮杜尚面头前讲明辉姐的好话，看会当化解伊两个误会袂，好不好？我做袂到，因为我已经决定要来台北发展，所以我毋才甲你讲。若有一天我赚到钱，我一定会送你一项足贵重的物件。啊，金华玲，好无？有介意无？搁有笑完，好无？你要去台北？要走啊！你搁对阮家关心创啥啦？我才无咧稀罕你的物件咧！明辉姐啊，走了送我珍珠破链，啊，搁有金手表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伊搁讲要介绍我美国回来的男朋友，啥会介迄种戆头戆面、搁粗鲁的人？啥嘛？啊，是阮的心情，是阮的过去，你爱看乎伊明。推开记忆的门，我在心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杜尚，你早起趁我伫困的时，你就选出来。你是唔通骗我去人教日文呢？即卖日本人啊，到咱个政府当地玩，无人去学日文，也无人去讲日文啊。所以我改学英文啊。但阿明辉是毋是甲你个哥哥弟啊？嗯？你学啥？你学英文 ？Good evening, Daddy。那你学个英文是要创啥啦？啊，你也毋是爱美丽啊啦。我话是正听的英文呢，甲爱美丽迄种酒吧英文也无同啊。唔信吼，你看我的英文老师，你就知啊。一定是舞龙啊啦！啊，特别去台北了，饲个电影遐尔舒服。
完全无共。伊吼，就是我的英文老师。伯父你好，我叫吴志伟，不好意思冒昧打搅你，不过我早就应该来拜望你了。吴志伟，你哪看起来面熟啊面熟啊？哦，是因为我长的脸孔是大众脸，很多人第一次见到我就说我很眼熟。那是因为你长得亲切啊，很多人看到你都对你有好感的嘛。多少？阿丽不请两只哦。好，好，来来，请请请。豆傻，志伟哈是美国留学回来，在这边找工作做事的。你家找到了？嗯。你是在哪里找到的？你也有。我是在一家美国化学工厂里面担任总经理的特别助理。我们做头家的保镖。不是啦，伊吼是留美硕士，专门替老板处理国外业务啊。啊，你也想做布隆啊？当然要替头家相拍做跟班。到底是在讲啥啦？布隆啊，做代志啊，不是甲靠迄个拳头母，伊有那真讲义气、真重感情的人。伯父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他陪好久，我特地专程陪伯父来喝酒。伯伯，这个绍兴酒呢，是国产酒里面跟白兰地一样又香又浓。不过呢，我觉得它喝起来比白兰地还要顺口。嗯哼，你这留学生哦，吃咸水的，无白做。我跟你啉。学长，有没有碗？喝这种酒一定要大碗喝才够味。啊，好。豆沙。那是要叫志伟学布隆哦，是真简单。啊，不过要叫布隆学人做留美硕士吼，伊是几世人伊嘛做袂到的。啊，你这留学生，啊，过会晓安尼，学啊饮酒又敢讲，嘿嘿嘿。是讲这个做头家的特别助理，啊，甲这做保镖敢无共？啊，是外国公司不要请保镖哈。多少？人外国公司是无咧请保镖的。是志伟是无？来来来，李百姐，李百姐。你银行跟什么人去喝小红酒？总经理，把酒进来。你哪知？哼，我是用骗的。你跟友情都上去喝的哦。这讲罗马哦，实在是真过激啊！时代直直咧变迁，伊还阁是同款屎盒仔食屎大个，改袂起来，哎！你想要你扭去是无？啊！你悄悄的人应该知影，扭去你倒上是我的心灵哦。我就是为了总经理。去接近 Yuki， 我知道总经理有些问题需要 Yuki 的斗上和你斗三讲。你的意思是讲 Yuki 若是爱着你，你就当利用 Yuki 来恐吓因老爸答应咱的条件。是啦是啦，幸好熊哥那天在餐厅里面掀桌子的时候，他没有注意到我。我又交代 Yuki 啊，不要告诉熊哥。我是在总经理这里上班，所以他还不知道。你可想法真周到吼，这敢是拢为着我做的？是。
阿妈是为着你家己嘛。啊，是阮的心情，是阮的过去，你爱看好一面。开启的门，我在心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你老实跟我讲。尤其道上边啊，迄个武龙，甲你有啥物冤仇？我跟武郎原本没有冤，没有仇。我的父母亲被一个姓卜的牵连，背上匪谍的罪名，我全家家破人亡，我父母亲冤死。你讲？吴龙跟普家到底有什么关系？那个姓卜的，他被枪毙之后，他的女人跟五郎勾搭上了。出主维护他，替他抢主头。半年前，五郎还为了那个女人刺杀我，去坐了牢。我要替我父母亲报仇，还有那个女人，统统都不会放过。总经理，你想除掉熊哥，我要除掉武郎。如果我们两个联手，联手将尤气给砍下来，到时熊哥跟武郎都唔敢搁唱手啊嘛。安尼，咱会少做一摆总部啊。总经理，你不介意我的背景？我的父亲是以匪谍的名义被枪毙的。什么你会不会？那是政府的代志，我是生意人的。只要你来当替我赚钱哦，什么人拢同款啦。咱都要同心协力，将大青熊给扶起来。是总经理。哪紧啊！我去市场，才知影讲你朋友已经送了回来啊。创啊啦！哇，我已经找你爸，找你爸爸啦！啥？你找爸爸啦？真是的！小不着啊！我看你往后走啦。那不是吼，伊讲我要带尤丽去看医生的钱骗免去吼，我慢慢拼到安尼，就是讲，我绝对不会放你耍。哼，我跟你来去。免，你走嘛！这摆哦，绝对要请伊食顿个粗饱。好，现在急需要赚钱帮助静莲，那是因为我不忍心看到静莲，她为了替优丽治病。他瞒着我到鱼市场去送冰块赚钱，他弄得全身都是淤血。所以为了静莲，我会继续找工作，就算是做清洁工、做下女、给人烧饭，我都甘愿。我不会因为你的要挟而接受你的施舍。你休想去伤害静莲，我会尽我的全力来保护我这个唯一的朋友。住住，听我把话说完再走。我只是来告诉你，我不会再强迫你去我介绍的公司做事。我保证，
更不会告诉静茹我不爱她的事实来威胁你。本来我不忍心看你受苦，想帮你找一个适合的工作，就像帮助若水继续回学校上课一样。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讨好普乃太太，是真心想要帮助你们。既然你执意不肯接受，我也不会再勉强你。爱做任何事情都由你自己决定。你真想做这份工作？自食其力，就算再苦我都甘愿。跟我进去。你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这个履历表你看过吗？看过啊。你没有录用他，他哪点不合格？他应征的是女管家，对方的雇主是国大代表，往来都是一些重要的人物。这，而且他的一些背景资料都不愿意提起，又提不出可靠的保人做担保。这，我怎么敢介绍这种人到国大代表家里去工作呢？这万一出了问题，谁负责啊？如果他有一个肯负责到底的保人，那他是不是可以得到这份工作呢？这，那看这个保人是谁了。这是我的身份证，警察工作证，可以吗？我以警察的身份担保，要是他有任何差错，就算我的警察职务被取消了，也一定负责他所有行为到底。警官，你要担保你的朋友，那当然是没问题的，那当然没问题的。是阮的心情，是阮的过去，你爱看乎伊明。你开启的门，我在心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我介绍的女秘书你不肯做，我担保的国代家的女管家你又不愿意去，难道你要靠自己的美貌去赚取不正当的钱来帮助纪年吗？再需要钱，一个正经的女人如果走错了一步就停车。你介绍那份女秘书的工作在哪里？你连警官的身份都可以不顾，这种为我牺牲的诚意，我还有什么好不接受呢？偷鸡娘啊！你是创啥的啊？哈！煞这落网事事的好啊！你是甲当潘来的哇？哈！我是倒是甲恁无好哈！我卡煞二下巴恁嘛是安排的哈！二下巴嘞，你捌听过无？我的人客拢是阿多啊嘞，我赚的拢是美美金嘞。我是咧讲啥笑啊？哈！你是要看美金哦？哈！对啦，歹势歹势啦歹势啦，爸爸啦，你咧创啥？你不讲你醉茫茫啊嘞？丢当的，歹势啦，啊唔紧起来个，丢当的你饮一杯酒啊，歹势歹势。丢当的啊，最近啊吼生意唔讲介好啦，啊小姐吼嘛走甲剩无几个啦，安尼啦，一个吼下摆来安排啦。小个大碗，袂歹啦！小个大碗，来你看一下，望叔叔啦，我看是要吐啊，都吞下落去哦！哎哎哎！爸爸，阿你做啥？孩子啦，跟你母阿几下讲，我叫跟你回信啦，啊，唔紧起来哦，啊，歹势啦，歹势啦！啊，你妈个！你几下敢回信的啦你？爸爸啦，起来就拍我啦！死了吼，恁的子孙啊吼，会甲你跪咧磕头啦！就是讲，你啥物人啊？你敢咒诅我死啊？哈！阿妹，安怎？你要创啥？啊？倒粪啊！倒粪你后壁你嫁唔着小仔啦！我是小仔，你去食粪好啦！啊，你叫我食粪哦？哎呀！歹势，这我再来，我要请你吃。
谁呢？老爸，喂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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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中惦惦地游魂，想起咱彼阵的彼段情。若是听讲爱恁，若决心要甲你来离，你若有才着袂伤悲，好好来送阮来离开。若是听讲爱恁要离开，你就不通来哭几暝，怨叹伊无在念你的心。若是听讲世间的感情煞无一个真，你嘛不免太过伤心。一世人无要搁讲感情，啊，失恋的心情，失恋的过去，我嘛看拢袂清。爱情的痛苦，阮犹原有梦境，心肝一寸寸冷。啊，失恋的心情，失恋的过去，你爱看乎伊明，请你着听我讲。千万通来伤害自己。